你这是馋火锅呢，还是馋？馋火锅，更馋你。小生随缘，幸得小姐相救。师傅，我要跟你解除婚约。这哪是壮士啊，这就是死士。难道你真的爱上那鱼妖了？什么妖不妖的，我就是喜欢小鱼。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，等我灭了那女妖再说。妖孽，你休想再作恶。是你自己送上门来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好厉害，我来抢项目，妖魔鬼怪都变出来了。